不错。不知道，应该吧。不是打一打然后就。不然像这首歌，不然像《爱的鼓励》，还有那个什么，我要夏天，周杰伦那种新歌。不然我以我以前的实力，我现在我根本打不到。谢谢。我记得好像我看过最快的歌好像是那个无乐不作，那首歌好快哦。我还打不起来。我不知道，我现在没有尝试过，我已经忘记了。因为我以前还没开始打鼓的时候，我都会坐在旁边看曼青打鼓。对，然后我那时候看曼青打鼓的时候，我以为他快转，超好笑的，嘟噜噜噜。他好快哦！之前有试着打过啊，然后对啊，就是太快了。对啊，后来就太快了，真的打不了。没有，不是太快，是不要太累。我们要打一天呢，对不对？有时候要给自己台阶下。哦。那我们现在舞台的表演呢，是我们的街头艺人豆豆荣的表演。如果你喜欢他的表演的话，可以上 Facebook 搜寻他的粉丝专页。舞台的表演，没有舞台前的表演。那我之前是在舞台上表演嘛，可是我觉得舞台上离大家太远了。既然身为在下面比较，对对对，身为街头艺人就是要有街头的感觉。对，所以我们在台下，所以要跳小苹果上去啊？没有啦，乱讲。小苹果准备好了没，弟弟？我以前超爱光头的。为什么？我以前小时候都是剃光头。那你现在应该也剃一下。不要啊。你可以在旁边刻字，刻一个痘，这样你就是痘痘了。啊，你用那个，你剃那个，恐龙不是都有那个一条？你就只要中间有头发。痘痘龙又不是恐龙。那你剃这样尖尖的两个痘痘猫。弟弟，你要不要跳？他说：“你 Q 我才不要了，我喜欢自己来。”那自己来吧。还是你要小白 Q 你？我要来一首可以展现我的肌肉的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好久没打这首歌了。来吧。